对，你在住这边吗？我就住在就静安寺后面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信佛，然后这边风水挺好的。嗯，然后其实我每周要到静安寺去一次，去拜佛。对对对。哎，那走之前可以加你的微信吗？嗯，可以。那我们下周约出去喝杯咖啡吧。可以啊。然后我带你去静安寺拜一拜。可以啊。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实战内容，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。那么想要学习从头到尾的整套流程，我的心态和思维建设和我操作技巧，记得加我本人的微信或者是 LINE 联系我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